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好，我叫林美。你是医生吗？不是，我是学生。哦，我是工程师。哇，很好，我哥哥也是工程师。你在哪所大学学习？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。哇，我以前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啊。你要饮料吗？我喜欢喝可乐。哦，好，我也喜欢可乐。服务员，给我们两个可乐吧。好的。你是新加坡人吗？不是，我是中国人。你是哪国人？我是美国人。哦，美国，我去过那里，它是一个很美丽的国家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你有女朋友吗？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喜欢乒乓球和篮球。哦，我也喜欢篮球啊。谁是你最喜欢的篮球运动员？姚明是我最喜欢的篮球运动员。哇，他篮球打得很好啊。Ricky， 哎，你好，梅赫。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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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林美，这是我朋友。这是你的女朋友吗？哦，不是啊。你是非常漂亮的女人。哦，谢谢，但是我不是女人，我是男人。啊？你是男人？难道女人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为什么穿女人的衣服？这是我的爱好。啊？